条？哪一条？做一条吗？是哪？动动身体哦，暖和一下。摘下星星送给你，摘下月亮送给你，让阳明天为你升起。点上蜡烛，燃烧自己，只为照亮你。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要你欢喜。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。生命虽短，爱你永远不离不弃。感谢咱潘主任，非常感谢。啊，咱就一条路，给咱的吉普车出去吼。啊，其实，今年 FB 潘主任的粉丝团，已经2015年年底吼，咱在贩售，其中部分费用会捐给高雄。